一个 信任神，一个对神的信心的氛围，好吗？一个 对里面要燃起对神的一个相信，相信神是行神迹的神，好吗？所以在敬拜的时候，我邀请你，不管你状态是什么，你就是唱出歌词来。今天你要来领受神要做奇妙的事情在你的生命中，我们一起来宣告神是行神迹的神。你是行神迹的神，绝望从此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行神迹的神，绝望从此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行神迹的神，绝望从此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阿门。所以我城倒塌，在以色列在绕行之前，这是关于一个对神降服的故事。首先，约书亚在领受神的声音的时候，他降服下来说，要带着百姓绕着城七日，这是一个很冒险的决定，他愿意降服下来。再来就是百姓的降服，当百姓听到约书亚带领他们要这样做的时候，即使是要到敌人的城下做一个他们觉得看不懂的事情，但是他们愿意降服下来，就照着做。到第七日，神所定的时间，他们呼喊，耶利哥城就倒塌下来。所以我不知道你生命中的耶利哥城是什么，你所害怕的是什么，就邀请你在等一下我们在唱副歌的时候，你对神有一个信心，是的主，环境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改变，但在这个时刻，我选择要来敬拜欢呼，我选择要来相信你的大能的应许，每一个都要成就。所以我们要一起这样来唱，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遍遍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更深的宣告，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遍遍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遍遍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来欢呼，
应许，谢谢神你应许我们，就这样子来领受，来领受神你的话语，顺服降服去行，是就这样成了，是就这样成了，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将我们心中的耶利哥城放在你面前，我们将我们的困难放在你面前，我们说愿意你在当中来掌权做王，我们来领受你的心意，我们就是愿意来等候神，来听你的声音。主啊，你是我们的王，我们愿意听你的声音，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一起给他静下坐下来敬拜我们的神。主你是我们的王，主你是我们的王，带领我们征战得胜的王。主啊，你是我们所仰望的王，你是我们所渴慕，你是我们所爱慕的王。来吸引我们，吸引我们众人所望，明亮晨曦，披戴着一切荣美辉煌，有温柔有怜悯，天地所有权柄属于我们爱戴的王。这世上权柄，将来我们要与他作王，高唱哈利路亚，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是圣洁。这一切荣美辉煌，有温柔有怜悯，天地所有权柄属于我们爱戴的王，高举至高的名，耶稣基督荣美将来我们要领
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邀请你起立，欢迎我们的君王，欢迎我们的君王耶稣基督。我们起立来敬拜我们的神，欢迎他。看见，而未听见。
就在此刻，主，你就在这里，你就在这里。你不只是要用你的恩膏来浇灌我们，主啊，那恩膏里头带着极大的祝福的能力、医治的能力，都在这里，都在这里。在今天早晨，神在鼓励我们，就来对着他大大张口，因为他要怎么样？大大的充满。是，他要大大充满，他要大大充满，他要大大充满，他要大大的祝福。今天早晨，我们有祷告服事。当我们在会前祷告的时候，好像仿佛领受到说，我们好多人在地上行走，这些每一个人的背后好像都绑着一条绳子，好像我们走过的一些历史是被亏负的，是被错待的，你受了不少的委屈，而你正落在一个时常回想起这些过往就难过伤心的境况当中，就仿佛好像是一条隐形的绳子，把你和这些受委屈受伤的过往绑在一起一样，让你觉得好像有一个重担是拖着你拖着走。神在邀请这样的你来到他的面前，把这些旧事已经过去的但是依然对你心里造成影响的旧的事、过往的事，一件一件的来向他诉说。神要赐给你饶恕的力量，当你对着耶稣在倾吐你的委屈、你的难过、你心里的受伤的时候，神要帮助你，神要帮助你听见，听见他的声音，带着你要去剪断这一条一条的绑住你让你失去自由的绳子。神要赐给你一个自由的恩膏、喜乐的灵、轻省的祝福。哈利路亚，谢谢主。好像在我们的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你最近或者在这一阵子以来，你做错了一些事，有一些好像看起来这不是很好的事，你觉得你自己犯了错，或者因为做了一些不甚正确、不是很正确的选择或决定，导致事情的发展好像失序了，失去了一些的控制，有一个不太好的发展，甚至影响了关系，好像你对这样的自己的失败，你定义它就是失败，我就是失败了，我就是做不好了，你的里头有好多的自责，也好多的挫折，好像你不断地在自己的身上贴上一张又一张的我很差劲，我就是做不好的标签。但是今天耶稣来了，他知道这样的你的辛苦，他很不舍，仿佛看见耶稣正在拥抱着你，他不只拥抱着你，他抱着你一面撕去你为自己贴上的一张又一张我是个失败者，我就是个失败者，我就是很差劲的标签，你怎么贴耶稣就怎么为你撕去。因为耶稣看见的是你那忧伤痛悔的心，忧伤痛悔的心神是不轻看的，并且耶稣说，当他抱着你的时候，他对你说，他就是为着这样的你上十字架的，他就是为着这样的你上十字架的。就在今天，你可以尽情地哭倒在他的怀中，神要以他的慈爱来连续你，神要按着他丰盛的慈悲涂抹你的过犯，神说他要以这样的怜悯帮助你饶恕自己。今天早晨耶稣也要特别来造访仿佛生活在黑暗中的弟兄姐妹，那是一种会让你觉得失去自由的境况，好像有些事你不敢说，或者是你不知道如何说，或者是你不知道能不能说。神在主动找这样的你，神正在主动找这样的你，他在邀请你不敢说的
不知道向谁说的，就向他说，就来向他说，他要以他的光在你那最黑暗的地方，温和的光哦，是温和的光，一点都不刺眼，而且是很温暖的光，他要来照亮你心里的这种黑暗，让你看见你向他说是很安全的。当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神就是给你的遮盖，你的帮助，你的保护的时候，他要带你进入到他的释放里，要帮助你重担都脱落。如果以上只是你的情况，或是你有任何在你目前处境上任何的需要，我都邀请你来到台前，我们就来向神大大张口，神要大大充满，大大祝福你。而在我们身体的医治方面，如果最近你是有一点在心脏方面的不舒服，例如心悸，或者是心律不整，或者你的眼睛也有一些的干涩，视力模糊，或者在呼吸系统上不是那么的舒服的，或者在你的牙龈牙齿上有一些需要，或者在你的内脏部分，尤其特别是肝或是胆的功能，或是有这方面的疾病，或者是最近你的膝盖你的脚踝可能因为一些旧伤常常引发一些旧疾的反应，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或者是影响了你的行动，或者是任何你在身体上你好渴望自己来被神医治的，好不好？你就给耶稣一个机会，你来相信他，你来相信他。当你来到台前，你就是在对耶稣说，主啊，我要领受你，我来到你的面前，我要来大大张口，因为我知道你要大大充满我。眼未看见，耳未
就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呼求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我们呼喊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我们呼喊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带我进水深处，我们感谢你带我们进入到水深之处，让我们更多遇见神的面，更多认识神的同在，认识神的恩典，神的能力。谢谢你，我们今天早上唯一的目标就是我们敬拜你，敬拜神，让我们俯伏在你面前，更深的从你领受你的面光，要指引我们走在你圣洁的道路上，每一步每一步，愿你带领我们走进你的心意里面。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愿让我们同心合一的敬拜，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请坐，让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在实体里面来敬拜神。好，每周我们在一起其实是最核心的。